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公主享会元素的运作高难打怪活动，原神 5.1 活动。公主享会最后一关，这关 buff 需要多开大招，然后加大招伤害，只拿原石打困境就行。第一波是三个三角子，血打的时间太久的话，他们会隐身，那可以用激化反应，又会如此弄么吗？你个菜蛋！一个颠度。第二波是俩机器人，没啥机制。你有管这个？妈的这个 money！ 然后是俩龙兽，样子他们蓄力的时候打眼睛打断技能就行。卡给你是带队。耶，那过得个和最后是俩大榜肉装仔，云章又好去。一个和千枯又有脑迷带又有趣的这个在。